而总统蔡英文在今天下午前往了彰化一间口罩工厂，慰问因为赶制口罩手指被截断的女员工。除了送上了营养品，也一再感谢台湾口罩第一线生产人员的努力付出。另外，也在厂方陪同下参观了口罩生产线。谢谢总统，一定是大家都工作得很辛苦。总统蔡英文13号下午前往口罩工厂，慰问一名为了赶制口罩手指被夹伤截断的女员工。刚才还在跟我说她要休息一个月怎么办，她好想回来。要强迫你休息。有人寄那个营养品来我公司，我做东西啊。台湾的小朋友就感谢你了。台湾人做真精明。尽管手受伤，还是想赶快回到工作岗位。就为了生产国人此刻非常需要的口罩，让小英总统除了献上营养品，也频频感谢一线人员辛劳付出。里面那一间是做外科手术口罩，外面是做这个靠近玻璃这边是做一般的医疗口罩。最后，蔡总统也在厂方人员陪同下参观台湾的口罩国家队，希望防疫物资生产不停歇。解惠上午祥三台北采访报道。